这是缅甸买的，加起来差不多台币1000块，超便宜的。尤其那个公仔，台币不到100块。这是我一个人的座位。这个是这一次的战利品，因为有4个人，所以搬回来非常多的东西。然后，这是从3个国家搬回来的。泰国、寮国、缅甸，然后那个杯子是自己画的。